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这一集我们来讲光耀的金睛，圣经中的幽浮。幽浮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缩写就是 UFO。 幽浮也就是飞碟，是指着不明来历、不明性质、漂浮以及飞行在天空中的物体。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上空发现了会发光的圆盘飞行器，当时的报纸把它称为椭圆形的发光体，这是当时对这种不明飞行物兴趣的开端。后来世界各地都开始公布了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接下来就是在公元1947年7月5日美国罗斯威尔镇，美国空军发现了坠落幽浮，于是开始推行了蓝皮书的计划，来调查这个不明的飞行物。 UFO 这个词就是源自于当初美国空军的蓝皮书计划当中。据说当年军方还得到了外星人的尸体，并且对外星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这条消息像是一枚重磅的炸弹，在美国公众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也震撼了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仍然是未知的。美国军方是否有外星人的尸体以及幽浮的残骸，这些都还是一个谜团。或许你会问我，庄老师，你为什么突然会想起讲幽浮这个题目？说到这一集的题目，这是近来有好几个网友问我，幽浮跟外星人有没有圣经的经文可以解释。我们最近刚讲过了以西结书的预言，而以西结书当中的记载就被认为是跟幽浮有关，所以让我有动机去选择圣经跟幽浮的这个题目。然而以西结书当中的记载怎么会跟幽浮有关呢？这个题目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究竟详情如何，就让我们慢慢来说圣经跟幽浮的关联。我们知道地球只是宇宙当中的一个星球，地球有适合生命形成以及进化的条件。假如我们的星系当中有几十亿个无法计数的其他的星球，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星球也有适合生命的条件呢？然而外星人这种概念被认为是跟圣经的教导不符，因为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18节的记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当中这个给人居住，被大多数的基督徒认为神创造宇宙万物都有目的，神造地球的目的就是要给人居住。其他的星球跟地球相比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他们设计的目的不是要给外星人所居住的。然而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在第三日创造了植物，在第五日创造了在大气层当中飞行的鸟类以及在海中的生物，在第六日创造了陆生的动物，而人类是在第六日所造的，而且被赋予管理动物的权柄。但是圣经当中并没有描写天上的光体当中有生命的创造。没有这种描述的原因是因为天上的光体不是为了生命而设计的，因此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外太空的生命应该是不合理的。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人企图要解释圣经当中一些不明的现象，并且将他们跟外星人还有幽浮作为连结。例如在创世纪里面，有人就解释说亚当跟夏娃大概就是外星人科学家利用基因科技所创造出来的，而当今的地球人不只是人类第一对父母的子孙，也是外星人的后裔。另外还有推测，
则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人说那个赋予摩西能力协助以色列人渡过红海，并且在西乃山授予十诫的上帝，可能就是幽浮或者是外星人。至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十八节里面所记载的光耀的金晶，则被认为是幽浮的象征。这些论述当中有一些失之偏颇，不值得一说，但是在我们全面否定这些谬论之前，我们要问，究竟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幽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就让本集的圣经考古资料库带您从圣经当中来做一趟幽浮的研究之旅。透过了前面我们所提到这一些向往外太空文明的人的疑问，我们仔细来审视一下这些坚持圣经当中的记载跟人类已经发现的幽浮跟外星人的这种说法，是否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我们排除了荒诞不羁的推测，其中这些人解释以西结所见到的异象的这种说法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段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十八节原文的经文是这么记载的：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耀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这些向往外太空文明的人是这样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有一天我在加巴鲁河边，突然天就开了，看得见神的异象。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幽浮。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光耀的金晶出现。这一段经文，闪烁火的大云，光耀的金晶，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发强光的幽浮。周围有光辉，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这一段经文，四个活物的形象，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在火焰周围伸下四根着陆用的支架。他们的形状是这样的，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这一段的经文，四个翅膀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四根具有螺旋桨扇翼的直升翼。他们的腿是直的，这一段的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脚架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亮的铜。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接触地面的金属制的这种圆盘物。在四面翅膀下有人的手，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旋翼下面有机械的手背。所以这些人对以西结书这段的经文，他们是解释成为外星人幽浮着陆。他们认为由于以西结当时候没有幽浮方面的专业的术语，只能用一些十分通俗的形象化的词
来描述以西结所看到的景象。然而以西结所描绘的是一个来自北方的幽浮飞行器，它射出光芒，闪闪发亮，在沙漠当中扬起了一朵巨大的烟尘。当幽浮着陆以后，在地面行走的姿态、起落架、轮轴的多项的转动，幽浮上面布满了灯光以及窗户、仪器等等的这些东西，以西结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认为，除了幽浮以外，外星人还向以西结说话。因为接下来以西结书这样描述：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后来以西结被吸进了幽浮当中。书中写道，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隆的声音。这一段的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引擎发动起飞。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起飞的后坐力使得以西结感到不舒服。我就来到提勒雅毕，这一段的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幽浮飞到了这个地方。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我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幽浮在的以西结飞行到了这个地方。我又观看，见旁边有四个轮子。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以西结看到了机器人有四个轮子，他们上身连背带手和翅膀，且轮子周围都长满了眼睛。这一段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机器人身上满是闪亮的灯泡。忽然间有六个人从朝北的门上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这一段的经文按照他们的解释，是指着有六个外星人，其中一个人穿太空衣，腰间有仪器。以西结把加速度的压力跟一股强大的力量吸进飞碟当中的感受，是用灵来形容表述，这个正符合了人们对未知事物常常用充满幻想的词来定义的习惯。当然，这也描绘了幽浮的神奇以及外星人非凡的力量。所以这些人认为，以西结看到幽浮的时候，他感到十分的怪异，而且感到非常的有兴趣。他们认为，以西结书不管是作为故事或者是历史的材料，他们都称赞以西结描述方面的精彩，拉近了人类跟外星世界的距离。以西结书为远古时代外星人跟幽浮光临地球提供了良好的佐证。以上所提到的论点是这些向往外太空文明的人的解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对这种偏颇的论点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对于我们本集节目探索的目的，我们不是要骤然的下结论，我们是要近一点的来看这段的记载。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以西结书的作者，也就是公元前622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城内某个祭司家族当中的以西结。以西结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愿神坚固他，这代表了以西结的父母对他的期望，他们希望神能够坚固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祭司。写作这本书的背景是在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的时候，当时候南国犹大则是夹在埃及跟北方日益强大的巴比伦当中。当时候以西结是25岁，也就是公元前597年的时候，以西结被迫离开耶路撒冷，被掳到了巴比伦。当然，以西结从小就被培养以及期待能够成为一名祭司，但这个时候他的人生
却有了极大的转变，因为他成为一个被掳到异乡的人。这也导致了以西结过去一切的训练以及养成顿时失去了意义。随着被掳的队伍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以西结落脚到了巴比伦的加巴鲁运河旁边。以西结书一开始就写道，当30年4月初5日，这30年指的是以西结30岁的年纪。从被掳以后转眼已经过了5年。根据犹太律法规定，30岁是祭司开始在圣殿服事的年纪。如果以西结还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那么这一年会相当的不同，那应该是他封牧就任的日子。但是这一天，当他独步站在加巴鲁的运河旁边的时候，他想着好多的事情。突然之间，以西结看到天开了，他看见了异象，一步一步的逼近，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我们要来研究这段经文的记载，究竟以西结看到了什么，又该怎么样理解。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向往外太空文明的人是这样解释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的。或许你不能接受前面这些以西结看到跟幽浮有关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解释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呢？毕竟以西结所看到的景象是这么的特殊，而且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景象。如果不是以西结亲眼所见到的景象，又怎么能够如此栩栩如生呢？关于这段的经文，有部分的圣经学者从以西结当时候巴比伦帝国的文化来切入，来解释这种异象。当中出现神的战车，由4活物、4脸面、4翅膀、4轮，上有穹苍，人形象坐在宝座所组合而成的。这些圣经学者们认为，4个脸面包括了人、狮、鹰跟牛和展翅的这些活物，对任何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来说，他们都是毫不陌生的，因为各处的庙宇的门口都有类似的护卫神的这种兽像。因为当年尼布甲尼撒国王统治巴比伦王朝的时候，整个巴比伦城总共有8个城门，每个城门都以一个神祇来命名，而伊斯塔城门就是以巴比伦主管自然跟丰收的女神伊斯塔来命名的。伊斯塔城门是位于北方的城门，由于伊斯塔大道正是连接皇宫跟神殿之间的游行大道，所以每年到新年的时候，都会由国王领的众人前往神殿去祭拜，整个通道长达有数百公尺。而就在大道的两旁的墙上，则有120只的狮子一字排开。现今在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当中，就收藏了这些行走的狮子，以及一些长相奇怪的动物，例如像马的公牛、有4只脚的龙等等的巴比伦帝国的兽像。从圣经学者的解释，以西结所见的异象的活物，应该是以西结当年所看到的巴比伦城护卫神兽像。但是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当中，这些活物却被加添了轮子、手、眼睛，支撑着上面的宝座，来象征以色列的神胜过了巴比伦各种被敬拜的神明，并且这个战车是可以来去自如、四面转动的，其中也包括了圣殿当中约柜两旁的基路伯的天使的形象。在这个意象当中，耶和华要以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并且意外的出现在这个被掳的巴比伦的境内。耶和华的荣耀出现在这里，这位以西结以为已经离开被掳以色列百姓的神，竟然在这里向他显现，出现在他的困境当中。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要正确的理解一段的经文，必须要对照上下文。从以西结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这位原本要成为圣殿祭司的以西结，因着异象以及神的呼召，成为被掳百姓当中的先知。这个影响了他30岁以后的生涯的转变。以西结在看见异象以及领受呼召之前，应该是处于生命当中的最低谷，因为当年他被迫离乡背井，没有机会成为原本要成为的祭司，这确实是活在失意的环境当中了。但是后来以西结见到这个奇特的景象以后，却因此翻转了他的生命。如果从圣经经文前后来看，第一章以西结看到异象以后，第二章跟第三章描述了他蒙召的历程，接着神要他吃书卷，奉差遣往以色列家传讲信息。但是神也告诉以西结说，百姓将会悖逆，而且不听从他的话，但是神仍然要他成为守望者。从整卷以西结书来看，神通过了异象让以西结领受了呼召，之后差派他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传讲悔改的信息，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也传讲神的安慰将再度临到的这个讯息。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全书总共出现了大概有90次的这个人子这个词。这里的人子跟以赛亚书或者是但以理书当中所提到的人子是不同的，也不是新约福音当中耶稣自称自己是人子来表达耶稣隐藏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以西结书当中的人子可以称作为人啊，或者是人类啊，是强调以西结人性的脆弱以及渺小，以这人子比对上帝荣耀的显现，两者之间强烈的对比。总体来说，整本以西结书的信息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单独把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的那两段经文来解读成为外星人跟人类的接触，这种解释显然无法跟整卷的以西结书其他的经文以及神要他传讲的信息之当中做一些连接的。从整本以西结书整体的逻辑，将以西结书这段经文解释成为外星人幽浮的着陆，只是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罢了。但是你或许要问，为什么以西结会看到这么特殊的异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就要来讨论什么是异象。圣经当中所说到的异象，离不开神的启示，不是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一群人脑力激荡的结果。在圣经当中的异象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神自己的显现，先知以赛亚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宝座，跟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所看见的大光，就是属于这一类。另外一类的异象是神借着不同的管道向人启示他心意以及他的计划，这些不同的管道可以是异梦或者称为异象，也可以是神谕或者是预言，这个也就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神之所以将异象启示给人，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展。历世历代，神拣选一些人来完成他的工作，神总是透过异象跟使命将他的计划往前再推一步。虽然许多的异象跟使命常常超过人所能够负荷的，但是在人的不能当中，神将他的能力交换下来，使得人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圣灵浇灌，完成神所交代每一个世代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以西结看到神给他的异象，
之后，以西结就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传讲悔改的信息，也传讲上帝的安慰将会再度临到。所以不管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老实说我们都无法体会他的经历，毕竟以西结这样生命的经历真的跟我们一般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总有一些人企图想要去解释这些特殊的异象，我们前面提到圣经当中许多超乎人类理性认知的现象，就是有人要以幽浮的角度来诠释它。尽管大多数的基督徒对这种偏颇的论点都认为是异端邪说，虽然根据经文的分析，我也认为以西结书当中的描述跟幽浮的出现并没有关联，但是我并不否定外星人幽浮可能存在。相反的，我和所有喜欢探索未知的人一样，我想问，上帝创造的世界真的只是人或者是动物的存在吗？除了人以外，究竟有没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呢？我更要挑战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认为圣经不可信了呢？事实上，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神除了创造人以外就没有创造与我们同样的生命体呢？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真的看到外星人的话，难道圣经就会失去它的权威吗？然而毕竟外星人是否真实的存在，现在我们尚且无法评论，因为根据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实外星人或者是幽浮确实的存在。尽管我们无法证实外星人幽浮确实的存在，同样的，我们也无法证实外星人幽浮不存在。尽管有这么多的未知，而我相信一点，神对这个世界有绝对的主权，就算有外星人幽浮的存在，也不能动摇我所相信圣经所要传达的真理。因为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坚立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这也就是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所传达的就是真理的依据。以上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我们下次见。